请副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43人，移除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6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14日上午9时2分至9时30分10时1分至12时11分下午20时30分至6时54分，10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53分，下午1时50分至20时2分，20时30分至4时27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吴委员智阳等112人，请假委员孔委员文吉。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林权等24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二会及第5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16案、第19案至第64案、第69案至第101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7案、第18案、第65案至第68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2案、第103案均决定交相关委员会，并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处理。第104案至第128案、第130案、第131案、第133案、第135案、第137案、第138案、第148案至第183案、第185案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129案、第132案、第134案、第136案、第139案至第147案均决定展延审查期限。第184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组情形。第186案为民进党党团函为徐国勇委员请辞立委，其经费稽核委员遗缺由何新存委员递补。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80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12件。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决定一：将各委员发言记录及书面质询函送行政院，请就未答复部分予以书面答复。二：已提出之书面质询尚未登载空报者，一律补刊。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二案、第4案、第6案、第10案均暂不予处理。第3案、第5案、第7案至第9案、第11案至第13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组。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6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20人拟具《民法亲属篇》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后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质询刑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10条之1及第10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18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17人拟具殡葬管理条例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16人拟具殡葬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18人拟具教育部体育署组织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9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20人拟具环境教育法第1条、第9条及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20人拟具国民体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16人拟具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
无异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十七人拟废止《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情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六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八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六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三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七人拟具《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五条及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林立禅等十八人拟具《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十九人拟具《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王惠美等十七人拟具《商业团体法》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张立善等十六人拟具《殡葬管理条例增订第二十一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张立善等二十七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二十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二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十八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删除第一百十八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二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十六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二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十六人拟具《渔会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二十五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二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十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等一下，第二十六案，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进行表决。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表决，先按铃七分钟。
现在请工作人员赶快分发表决卡哦。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26案，是否照程序委员会的意见处理啊？那么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进行这个记名表决，我们就采取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赞成者按赞成，反对按反对。现在开始。第26案表决结果，出席94人，赞成66人，反对21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陈委员齐迈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请宣读第27案。第27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立法院点名表决办法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27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意见，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针对本案进行表决。那么我们现在就针对第27案是否依照程序委员会的意见我们现在要进行表决。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记名表决，针对报告事项第27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处理，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27案之表决，出席96人，赞成27人，反对29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28案。第28案，卫生福利部财税部函文修正。
来宣读二十八案。第二十八案，卫生福利部财政部函为修正《烟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运作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九案，卫生福利部函送104年职场周全性健康促进模式之发展与成效评估研究计划成果报告摘要，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遣送提高我国长照服务涵盖率、满足长照需求并顺利衔接长照保险制度之检讨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三十一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遣送有关离岛医疗相关人力不足之检讨改善办理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依据实际需求及地区别，协助解决长照资源供不应求、落实长照计划目的之检处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改善长照服务人力需求之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有关妥善运用长照基金，提出具体辅导计划，鼓励业者改善服务品质一案之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有关安宁缓和医疗相关情势之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艾滋防治第6期5年计划》、我国加入 WTO 2035消除结核第一期计划及我国因应流感大流行准备第三期计划计划书核定本，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中霉菌毒素检验方法》、《玉米赤霉毒素之检验 MOHWT0003.02》，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八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装检验方法》、《玻璃陶瓷器释法郎之检验 MOHWU0009.03》，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九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开发及建制台湾 GIS 致胖环境监测系统103至104年成果报告摘要》，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十九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案，国防部函送105年度第二季公款补捐助团体及个人情形季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一案，司法院函送该院主管105年度第二季补捐助团体及个人经费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四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二案，科技部函送各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105年第二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三案，科技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第二季补捐助民间团体及个人经费资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四十四案，内政部函送该部主管105年度第二季补助县市政府团体及个人之奖补助经费计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五案，内政部函送该部主管105年度第二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计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六案，内政部函送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办理都市更新案105年第二季推动情形及进度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第四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七案，内政部函送警察广播电台105年四至六月承接委制节目汇诊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第四十七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八案，行政院函文修正《行政院出入规程》第七条、第十七条之一、第二十八条条文及行政院编制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四十八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九案，行政院函文修正《中央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补助办法》第八条及第二十四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第四十九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案，经济部函送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六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募林支出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一案，经济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截至105年第二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会诊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第五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二案，经济部函送台湾中兴职业高雄硫酸亚及台湾省农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第二季清理工作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三案，经济部函送105年度第二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第五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四案，经济部函送工业局105年度第二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第五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五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105年度第二季补捐助经费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五十五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六案，教育部函送教育部如何有效运用年度奖补助经费，促进各大专校院进用与培植各领域业师，提出具体规划方案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五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七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105年度第二季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教育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文修正《大陆地区台商学校设立及辅导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第五十八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九案，交通部函文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空运直航许可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大众运输发展基金相关课题研究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一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推动有利车种转乘以票证系统资讯化的经济为基础，提供消费者更妥善精确的行程规划之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
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二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105年度四至六月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会诊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三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二季对国内团体捐助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第六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四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105年第二届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及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公款补捐助情形及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第六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五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送105年度第二季依预算法第62条之一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第六十五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六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该署及所属与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105年第二季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六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七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该署主管105年度截至第二季补捐奖助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六十七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八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5年度截至六月底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九案，文化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度第二季补助县市政府预算拨付及补助国内团体情形及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六十九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国家形象推广计划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七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一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新著名博物馆及电影政策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七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二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送该署及所属105年第二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第七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三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函送该会籍所属105年度第二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第七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七十四案，福建省政府函送105年度第二季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第七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五案，考试院行政院函为修正《公教人员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七十五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六案，考试院行政院函为修正《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七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七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与印度台北协会农业合作了解备忘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第七十七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八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间旅渔业合作了解备忘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
第七十八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九案，财政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度第二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该会及所属与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105年度第二季广告费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第八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一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二季补捐助经费一览表，程序委员会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第八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二案，劳动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度第二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及个人之补助经费览表，程序委员会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八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三案，中央银行函送投资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第八十三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蒋委员万安声明，对刚才第二十六案之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蒋委员启程声明，对刚才报告事项之表决，全部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刘委员建国声明，对刚才报告事项之表决，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苏委员澄清声明，对刚才表决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廖委员国栋声明，对刚才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第八十四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八十四案至第八十八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八十三案至八十八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财政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一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八十九案及九十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卢委员秀燕、蒋委员乃馨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第九十一案为本院人事处函为废止立法委员公费助理退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设置要点。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张廖委员万坚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八十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王委员惠美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三十八件。宣读完毕。好，谢谢各位。那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讨论事项第一案，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7月1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王兆吉委员玉明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郭芳玉、法务部参事刘成坤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清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法案时，由王兆吉委员玉明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明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民进党党团提出异议，我们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全案经过二读，下次会议进行三读。现在进行三读，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请宣读。第三条，关税之征收及进出口货物税则之分类，除本法另有规定者外，依海关进口税则之规定，海关进口税则另经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财政部为研议海关进口税则之修正及特别关税之课征等事项，得邀请有关机关及学者专家审议之。第八条，纳税义务人为法人合法或合伙或非法人团体者，解散清算时，清算人于分配剩余财产前，应依法分别按关税滞纳金、滞报费、利息、罚款及应追缴之货价，应受清偿之顺序缴清。清算人违反前项规定者，应就未清偿之款项负缴纳义务。第九条，依本法规定应征之关税滞纳金、滞报费、利息、罚款或应追缴之货价，自确定之翌日起五年内未经征其者，不再征收，但于五年期间届满前已移送执行，或以依强制执行法规定声明参与分配，或以依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尚未结案者，不在此限。前项期间之计算，于应征之款项确定后，经准予分期或延期缴纳者，自各该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关税滞纳金、滞报费、利息、罚款或应追缴之货价，于征收期间届满前已移送执行者，自征收期间届满之翌日起五年内未经执行者，不再执行；其余五年期间届满前已开始执行，仍得继续执行。但自五年期间届满之日起，已于五年尚未执行终结者，不得再执行。本法中华民国105年10月21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已移送执行尚未终结之案件，其执行期间依前项规定办理。前四项规定于本法规定应征之费用准用之。第十条，依本法应办理之事项，应提出之报单及其他相关文件，采与海关电脑连线于电子资料传输方式办理，并经海关电脑记录有案者，视为已依本法规定办理或提出。海关得依货物通关自动化实施情形，要求经营报关、运出、承揽、仓储、货柜及散转及其他与通关有关业务之业者，以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方式处理业务。前二项办理连线或传输之登记、申请程序管理、通关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海关所为各项核定处分通知或决定之送达，得以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方式行之，并与电脑记录。经营于海关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通关资料业务之通关网络业者，应经财政部许可，其许可与废止之条件、最低资本额营运项目、收费基准、营业时间之审核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二十一条，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得于货物进口前，向海关申请预先审核进口货物之税则号别，海关应以书面答复之。海关对于前项预先审核之税则号别有所变更时，应叙明理由，以书面通知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经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举证证明，其已订定契约并据以进行交易，且将导致损失者，得申请延长海关预先审核税则号别之适用，并以延长90日为限。但变更通知税则号别涉及货物输入规定者，应以货物进口时之相关输入规定办理。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不符海关预先审核之税则号别者，得于货物进口前向财政部关务署申请复审，财政部关务署除有正当理由外，应为适当之处理。第一项申请预先审核之程序、所需文件、海关答复之期限及前项复审处理之实施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22条，货物应办之报关、纳税等手续，得委托报关业者办理，其向海关递送之报单，应经专责报关人员审核签证，前向报关业者应经海关许可，使得办理公司或商业登记，并应于登记后减负相关文件向海关申请核发报关业务证照。报关业者之最低资本额、负责人、经理人与专责报关人员应具备之资格、条件、职责、许可之申请程序、登记与变更证照之申请、换发、废止办理报关业务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
第26条，未完成海关放行手续之进出口货物，得经海关核准，暂时储存于货站或货柜集散站，前向货站或货柜集散站业者，应向所在地海关申请登记及缴纳保证金，其应具备之资格条件、保证金数额与种类、申请程序、登记与变更、证照之申请、换发、废止货柜与货物之存放、移动、通关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27条，为加速通关快递货物、邮包物品等于特定场所办理通关，前项办理快递货物通关场所之设置条件、地点、快递货物之种类、业者资格、货物太阳、货物识别、货物申报、理货通关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一项邮包物品之通关场所，应办理报关之金额条件、申领验收通关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28条，海关对进口货物原产地之认定，应依原产地认定标准办理，必要时得请纳税义务人提供产地证明文件，在认定过程中如有争议，纳税义务人得请求货物主管机关或专业机构协助认定，其所需费用统由纳税义务人负担，前项原产地之认定标准由财政部会同经济部定之。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得于货物进口前向海关申请预先审核进口货物之原产地，海关应以书面答复之。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不符海关预先审核之原产地者，得于货物进口前向海关申请复审。第三项申请预先审核之程序、所需文件、海关答复之期限及前项复审处理之实施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28条之一，海关为确保货物安全，对于保税运货工具与经海关核准之运货工具及卸存码头之海运货柜，得加封封条。下列业者经申请海关许可，得于锁定运货工具与海运货柜加封自备封条。一、经海关登记且运输工具为船舶之运输业承揽业，就其所在之海运货柜；二、经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且位于机场管制区外之航空货物集散站业，就其自有之保税运货工具；三、经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之物流中心业，就运出该物流中心之海运货柜、保税运货工具或经海关核准之运货工具；四、经海关登记之内陆货柜集散站业，就进出该集散站或自该集散站转运出站之海运转口货柜。前二项所称封条，只以单一识别码标记，可供海关查证并确保货物安全之装置。第二项业者申请海关许可使用自备封条，应具备之资格、条件、程序、自备封条之类别、验证基准、使用范围、校正管理、许可之废止与重新申请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36条之一，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得于货物进口前向财政部关税署申请预先审核进口货物之实付或应付价格，有无第29条第三项规定或其他应计入还税价格之费用，审核之答复应以书面为之。财政部关务署对于前项预先审核结果有所变更时，应叙明理由，以书面通知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于收到书面通知后，得提出证据证明其已订定契约并据以进行交易，适用变更后之审核结果将导致损失，申请延长原预先审核结果之适用，延长以收到书面通知之一日起90日为限。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不符第一项预先审核之结果者，得于货物进口前向财政部关务署申请复审。第一项申请预先审核之程序、所需文件、答复之期限及其前项复审处理之实施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39条，从价课征关税之进口货物，其外币价格应折算为新台币，外币折算之货率由财政部关务署参考外汇市场及其汇率定期公告之。第43条，关税之缴纳自税款缴纳证送达之一日起14日内为之。依本法所处罚锾及追缴或加之缴纳，应自处分确定，收到海关通知之一日起14日内为之。处理货物变卖或销毁货物应缴之费用，应自通知书送达之一日起14日内缴纳。
第48条，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欠缴应缴关税、滞纳金、滞报费、利息、罚款或应追缴之货价者，海关得就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相当于应缴金额之财产，通知有关机关，不得为移转或设定他项权利。其为营利事业者，并得通知主管机关限制其减资之登记。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未经扣押货物或提供适当担保者，海关为防止其隐匿或移转财产以逃避执行，得于税款缴纳证或处分书送达后，就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相当于应缴金额部分，申请法院就其财产实施假扣押或其他保全措施，避免提供担保。但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已提供相当担保者，不在此限。前项实施假扣押或其他保全措施之裁量基准及作业办法，由财政部定之。民法第242条之第244条规定，于关税之征收准用之，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已确定之应纳关税，依本法与海关计司条例所处罚还即由海关代征之应纳税捐，借法定缴纳期限而未缴纳者，其所欠金额单计或合计个人在新台币100万元以上，法人合伙组织、独资商号或非法人团体在新台币200万元以上者，在行政救济程序确定前，个人在新台币150万元以上，法人合伙组织、独资商号或非法人团体在新台币300万元以上，得就财政部函请内政部移民署限制该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或其负责人、代表人、管理人出国。财政部函请内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国时，应同时以书面叙明理由，并附记救济程序通知当事人，依法送达。海关未执行第一项前段或第二项规定者，财政部不得依第五项规定函请内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国。但经查，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者，不在此限。限制出国之期间，自内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国之日起，不得逾5年。纳税义务人、受处分人或其负责人、代表人、管理人经限制出国后，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财政部应函请内政部移民署解除其出国限制：一、限制出国已于前项锁定期间；二、应缴清限制出国时之欠税及罚款，或向海关提供欠税及罚款之相当担保；三、经行政救济程序终结，确定之欠税及罚款合计未达第五项锁定之金额。四、依本法限制出货时之欠税及罚款已于法定征收期间。五、欠缴之公司组织已依法解散清算，且无剩余财产可资抵缴欠税及罚款。六、欠缴人就其所欠税款已依破产法规定之和解或破产程序分配完结。第49条，下列各款进口货物免税：一、总统、副总统应用物品；二、住在中华民国之各国使领馆外交官、领事官与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机关及人员进口之公用或自用物品，但以各该国对中华民国给予同样待遇者为限；三、外交机关进口之外交邮袋，政府派出国外机构人员任满调回携带自用物品；四、军事机关部队进口之军用武器、装备、车辆、舰艇、航空器与其附属品及专供军用之物资；五、办理救济事业之政府机构、公益慈善团体进口或受赠之救济物资；六、公司立各级学校、教育或研究机关，依其设立性质进口又于教育、研究或实验之必需品，与参加国际比赛之体育团体训练及比赛用之必需体育器材，但以成品为限。七、为国政府或机关团体赠送之勋章、徽章及其类似之奖品；八、公司文件及其类似物品；九、广告品及货样无商业价值或其价值在限额以下者；十、中华民国渔船在海外捕获之水产品，或经政府核准由中华民国人民前往国外投资国外公司，以其所属原为中华民国渔船在海外捕获之水产品运回数量合于财政部规定者；十一、经捞获之沉没船舶、航空器及其器材；十二、经营贸易届满2年之中华民国船舶，因渔龄或其他原因核准解体者，但部署船身固定设备之各种船用物品、工具、备用之外货、存煤、存油者，不包括在内。十三、经营国际贸易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运输工具专用之燃料、物料，但外国籍者以各该国对中华民国给予同样待遇者为限。十四、旅客携带之自用行李物品。
十五，进口之邮报物品数量零星在限额以下者；十六，政府机关自行进口或受赠防疫用之药品或医疗器材；十七，政府机关为紧急救难自行进口或受赠之器材与物品及外国救难对人员为紧急救难携带进口之装备、器材、救难动物与用品；十八，中华民国籍船员在国内设有户籍者，自国外回航或调岸携带之自用行李物品。前项货物以外之进口货物，其同批完税价格合并计算在财政部公告之限额以下者免税，但进口次数频繁或经财政部公告之特定货物不适用之。第一项第二款之第六款、第九款、第十四款、第十五款与第十八款锁定之免税范围、屏幕数量限额、通关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前项但数进口次数频繁之认定由财政部定之。第七十五条，海关依第十三条第二项及第四十二条条规定进行调查时，被调查人规避、妨碍或拒绝提供资料，到场被取或配合调查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第七十八条，违反第59条第二项规定，将保税工厂之产品免征关税之原料出厂，或将未依第59条第三项但数规定补缴关税之自用机器设备输往课税区者，以私运货物进口论，以依海关缉私条例有关规定处罚。第八十二条，经营于海关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通关资料业务之通关网络业者，违反第十条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营运项目收费基准、营业时间或管理之规定者，财政部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传输通关资料业务或废止其许可。第八十四条，报关业者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申请、换发或办理报关业务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之报关业务或废止报关业务证照。专责报关人员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责报关人员职责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之报关审核签证业务或废止其登记。第八十五条，保税货运货工具所有人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或保税运货工具使用管理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装运货物或废止其登记。第八十六条，货商或货柜集散站业者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货柜及货物之存放、移动、通关或管理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进出货柜及货物或废止其登记。第八十七条，经营快递业务之业者办理快递货物通关，违反第二十七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业者资格、货物太样、货物识别、货物申报、离货或通关程序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快递货物通关之业务。第八十八条，保税仓库业者违反第五十八条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仓库之设备建制、货物之存储或管理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进出保税货物，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第八十九条，保税工厂业者违反第五十九条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工厂之设备建制、保税物品之加工管理、通关或产品内销应办补税程序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保税工厂业务之一部或全部，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
第九十条，物流中心业者违反第六十条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确凿之申请、换发货物之管理或通关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货物进出，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第九十一条，免税商店业者违反第61条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货物之管理、通关或销售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免税商店业务之经营或废止其登记。第九十二条，办理外销品冲退税之厂商违反第63条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冲退原料关税计算或记账冲销之规定者，海关得停止厂商6个月以上之记账。第九十五条，依本法应缴或应补缴之下列款项，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经限期缴纳、届期未缴纳者，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一、关税滞纳金、滞报费、利息；二、依本法所处置罚锾及追缴之货价；三、处理变卖或销毁货物所需费用，而无变卖价款可供扣除或扣除不足者，但以在处理前通知纳税义务人者为限。纳税义务人对前项缴纳有异议时，准用第45条至第47条之规定。第一项应缴或应补缴之款项，纳税义务人以依第45条规定申请复查者，得提供相当担保申请暂缓移送强制执行；但以依第45条规定提供相当担保申请将货物放行者，免再提供担保。第一项应缴或应补缴之关税应较普通债权优先清缴。宣读完毕。好，谢谢。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关税法第3条、第8条至第10条。第21条、第22条、第26条至第28条之一，第36条之一，第39条、第43条、第48条、第49条、第75条、第78条、第82条、第84条至第87条。第88条至第92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3案，就业服务法第5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5月9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林兆吉委员署分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陈雄文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复于106年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继续审查本案，由林兆吉委员署分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顾芳玉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与会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其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兆吉委员署分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谢谢。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林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就业服务法，请宣读条文第52条。
第五十二条，聘雇外国人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规定之工作，许可期间最长为三年，期满有继续聘雇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请转延。聘雇外国人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款规定之工作，许可期间最长为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请转延，其期限及期间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属重大工程者，其转延期间最长以六个月为限。前项每年得引进总人数，依外籍劳工聘雇警戒指标，由中央主管机关邀集相关机关、劳工、雇主、学者代表协商之。受聘雇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无违反法令规定情事而因聘雇关系终止，聘雇许可期间届满出国，或因健康检查不合格经返国治疗再检查合格者，得在入国工作。但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款规定工作之外国人，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十二年，且不适用前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前项但书所定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得请假返国，雇主应予同意，其请假方式、日数、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家庭看护工作之外国人，且经专业训练或自立学习而有特殊表现，符合中央主管机关所定资资格条件者，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十四年。前项资格条件认定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谢谢。就业服务法第五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那么现在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十二条，聘雇外国人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规定之工作，许可期间最长为三年，期满有继续聘雇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请转延。聘雇外国人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款规定之工作，许可期间最长为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请转延，其情形及期间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属重大工程者，其转延期间最长以六个月为限。前项每年得引进总人数，依外籍劳工聘雇警戒指标，由中央主管机关邀集相关机关、劳工、雇主、学者代表协商之。受聘雇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无违反法令规定情事而因聘雇关系终止，聘雇许可期间届满出国，或因健康检查不合格经返国治疗再检查合格者，得再入国工作。但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款规定工作之外国人，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十二年，且不适用前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前项但书所定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得请假返国，雇主应予同意，其请假方式、日数、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家庭看护工作之外国人，且经专业训练或自立学习而有特殊表现，符合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资格条件者，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十四年。前项资格条件认定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就业服务法第五十二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动物用药、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六日及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苏振兴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曹启宏等列席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
与会委员听取报告后，协认本案确有尽速修正之必要，应予支持。经讨论后，原决议修正通过，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苏召集委员郑庆于院会讨论时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苏委员郑清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动物用药品管理法，请宣读条文第一条。第一条，为增进动物用药品品质，维护动物健康，健全畜牧事业发展，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条。第三条，本法所称动物用药品，指下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药、制剂或制剂及成药：一、依微生物学、免疫学或分子生物学学理制造，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生物药品；二、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抗生素；三、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定，专攻诊断动物疾病之诊断剂；四、前三款以外，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促进或调节其生理机能之药品。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条之一。第三条之一，本法所称制剂，指以原料药经加工调制制成一定剂型及剂量之动物用药品。制剂之剂型种类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制剂分为兽医师所处方药品及非处方药品，其向兽医师所处方药品之品目、买卖条件、使用方式、处方签记载事项、保存贩卖应记录资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本法所称动物用禁药，指动物用药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制造、调剂、输入、输出、贩卖或陈列；二、未经核准擅自输入，但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人员携带第三条第一款以外动物用药品入境，供自家宠物使用，且符合一定种类、剂型及数量者，不在此限。前项第二款之一定种类、剂型及数量，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公告之。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二条之二。第十二条之二，动物用药品之标签及防单应依核准分别记载下列事项：一、动物用而厂商名称及地址；三、品名及许可证字号；四、有效成分含量、用法及用量；五、主治效能、性能或适应症；六、副作用、禁忌及其他应注意事项；七、停药期间；八、制造日期及批号；九、有效期间或失效日期；十、其他应记载事项。其项各款记载事项，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核准免于记载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十二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四条。第十四条，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期满仍拟继续制造或输入者，应于期限届满之日前二个月至六个月内，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展延，每次展延期间不得超过五年，届期未办理展延或不准展延者，原许可证失效，由中央主管机关刊登政府公报。在前项许可证有效期间内，基于维护动物人体健康或其他重大原因，中央主管机关得重新评估该动物用药品，并限制其使用方法范围，必要时得废止前项许可证。中央主管机关为审查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之申请展延，依前项规定重新评估或因应其他实际需要，得派员至该动物用药品之国外制造厂查核之，所需费用应依相关法令规定，并由经营该动物用药品之输入业者负担。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十四条之三。
第十四条之三，学术研究机构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试剂动物用药品样品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得免申请检验登记及核发动物用药品许可证，其应于核准试剂之动物用药品样品容器上粘贴中央主管机关核发之专用标签，且不得移作他用。前项动物用药品样品执行田间试验，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时得为之。第一项核准之程序，应检附文件、核准条件、试制场所、专用标签粘贴方式与前项核准之程序，应检附文件、核准条件、试验场所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十四条之三，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制造动物用药品应于动物用药品制造厂为之，但经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四条之三第一项规定核准试剂者不在此限。动物用药品制造厂应依动物用药品制造厂设厂标准设立，并以有关法规办理工厂登记。前项设厂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工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六条之一。第十六条之一，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使得委托或接受委托制造动物用药品，前项委托与受委托制造应具备之资格条件、核准之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六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九条。第十九条，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应向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经审查合格并核发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许可证后，使得登记营业。前项许可证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期满仍拟继续贩卖者，应于期限届满之日前二个月至六个月内，向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展延，每次展延期间不得超过五年。借其未办理展延或不准展延者，原许可证失效。前二项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许可证应具备之申请资格条件，核发、补发、换发、转延、废止许可证，应记载事项与变更登记、营业场所之设施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陈列或贩卖之动物用药品，需源自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并以能证明其来源者为限。宣读完毕。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十九条之一。第十九条之一，动物用药品之标示、宣传或广告，限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或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使得为之。前项动物用药品之标示、宣传或广告中，不得表示、暗示或影射具有超越登记内容范围、虚伪、夸张之成分或效能。非动物用药品不得为具有预防、治疗动物疾病或促进调节动物生理机能之标示、宣传或广告、采访报道或宣传，其内容暗示或影射具有治疗、预防动物疾病或促进调节动物生理机能之效能者，视为前三项锁定广告。宣读完毕。增订第十九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条。第二十条，动物用药品应粘贴标签及附加访单，但因挚爱难行，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以其他方式提供标签或访单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二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不得分装动物用药品，但输入大包装动物用药品于分装前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且符合下列规定者，不在此限：一、由经核准登记之动物用药品制造厂执行分装；二、以原厂牌贩卖；三、标签访单除依第十二条之二规定记载外，并应记载负责分装者之名称、地址；四、粘贴分装标志封签。前项但数之分装应由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派员监督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一条，照审查会
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经核准制造之动物用药品，如输出国外时，应于输出前由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申请中央主管机关发给输出证明书。宣读完毕。第二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二条之一。第三十二条之一，动物用原料药以提供或授予制造含有该项原料药之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使用为限，但输入动物用原料药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授予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而转售制造含有该项原料药之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且每批以转售一次为限。宣读完毕。第三十二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二条之二。第三十二条之二，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及输入业者，应于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前，将前六个月制造或输入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动物用药品种类、数量、销售量及销售对象等资料，报请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备查，并将该资料保存三年。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于每年二月底及八月底前，将前项资料汇报中央主管机关。宣读完毕。第三十二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三十二条之三，禽畜水产养殖业者及饲料制造业者，不得将下列制剂或药品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一、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锁定动物用胃药；二、动物用禁药；三、前二款以外来历不明之动物用药品制剂；四、人用药品制剂；五、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移动、转让或供屠宰、未使用而加工或使用：一、禽畜水产类动物上市前经检验含有特定动物用禁药；二、前款情形以外之禽畜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上市前经检验未符合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之规定；禽畜水产类动物经检验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请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重新检验；属前项第一款之禽畜水产类动物，其申请重新检验并应于一定期间内为之；未于一定期间内申请重新检验或经重新检验不合格者，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令禽畜水产养殖业者于七日内为化制、堆肥、销毁或其他必要之处置禽畜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有第二项各款情形之一者，应由禽畜水产养殖业者明确标示以供辨识。第二项第一款是特定动物用禁药，第三项之一定期间其前项标示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三项重新检验所需费用，应依相关法令规定，并由禽畜水产养殖业者负担。宣读完毕。第三十二条之三，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胃药或禁药者，除有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但书锁定情形外，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450万元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50万元下罚金。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万元下罚锾：一、违反第十四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试剂之动物用药品样品移作他用；二、违反第十四条之三第二项规定，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擅自执行田间试验；三、违反第十九条之一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为动物用药品之标示、宣传或广告；四、违反第十九条之一第一项规定
规定，非动物用药品为相关效能之标示、宣传或广告；五、饲料制造业者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各款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饲料制造业者于一年内再次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处新台币150万元以上750万元以下罚锾。有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或第二项行为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违反第一项、第五款或有第二项规定情形者，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宣读完毕。第3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0条。第40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罚金：一、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违反依第3条之一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处方药品之买卖条件、使用方式、处方签记载事项、保存或贩卖应记录资料之规定；二、违反第7条第三项规定，擅自转让或转售自用原料；三、违反第12条第四项规定，将专供输出之动物用药品于国内贩卖或以作他用；四、违反第13条规定，擅自变更原登记事项；五、违反第14条之二、第20条、第24条、第25条第三项，或禽畜及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员，违反第26条第三项规定；六、违反第14条之三第一项规定，位于核准试剂之动物用药品样品容器上粘贴中央主管机关核发之专用标签；七、违反依第14条之三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用标签粘贴方式或试验场所之规定；八、违反依第16条第三项锁定标准中有关厂房、作业场所、检验场所、储存场所之建筑、环境设备、设施或措施之规定；九、违反第16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擅自委托其他制造业者制造或接受委托制造动物用药品。十、违反第17条规定，未聘请兽医师或药剂师；十一、违反第19条第一项规定，未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营业；十二、违反依第19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许可证之变更申请、悬挂处所、推销员服务证或识别证之制发、佩戴、出示、停业、复业或歇业之申报。药品管理技术人员之资格训练、营业场所之环境设备、药品之储存、运送、操作或登录、购置义务不良反应、案例通报或贩售资料提供之规定；十三、违反第19条第四项规定，陈列或贩卖非源自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之动物用药品，或无法证明其来源之动物用药品；十四、违反第21条第一项规定，分装动物用药品；十五、违反第23条第一项规定，或违反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样品、赠品之标示、簿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十六、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违反第32条锁定准则中有关药品之使用对象、用途、用法、用量、提药期、注意事项、使用者资格、簿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十七、违反第32条之一或第32条之二第一项规定，有前项第五款违反第14条之二行为，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违反第26条第四项规定，规避妨碍或拒绝提供不符合本法规定动物用药品之来源相关资料，或提供不实资料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第4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0条之一。
第四十条之一，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二、违反第32条之三第二项第一款规定，将动物移动、转让或供屠宰、为食用而加工或食用；三、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三项规定，未依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命令，于7日内为化制、堆肥、销毁或其他必要之处置。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于一年内再次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有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项行为是危害人体健康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000元以上1,000,000元以下罚金。违反第一项第一款或有第二项规定情形者，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宣读完毕。第4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40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请宣读增订第40条之二。第40条之二，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一、违反依第3条之一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处方药品之买卖条件、使用方式或处方前保存之规定；二、违反第26条第三项规定；三、违反依第32条锁定准则中有关药品之使用对象、用途、用法、用量、停药期、注意事项、使用者资格簿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四、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将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药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五、违反第32条之三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将动物或其产品移动、转让或供屠宰、为食用而加工或使用；六、违反第32条之三第四项规定，未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方式标示。违反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者，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宣读完毕。增订第40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3条。第43条，依本法查获之动物用劣药，未依第29条规定期限改制或退货者，得没入销毁之。宣读完毕。第4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那么因为本案宣读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们现在休息，下午继续进行三读。那么报告院会委员吴义勤针对就业服务法第52案三读后感言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现在休息。